现在的心情感想呢，有一点紧张啦，毕竟第一次踏入这个全球总决赛的舞台。今天应该是轻松打、开心打，然后取得好成绩吧。到这里的话，就已经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输了。然后给你们看一下我们两位。找他们啦，他们打完第二十名，至少他们打很开心，真的是很多的波折啊。哦，很猛啊！谢谢那个。看那个圈爸爸，他妈的，我们在最上面，他就在最下角，就是我们的最对角，怎么进圈啊？那个排名后面的全部都是进不了圈的，根本连进都进不去。然后一进去就被那个五六把资本给你把你摘了。我第一把进去，我他妈直接死在空中。没办法，跳点会决定很多问题。没办法，我们最后选择享受比赛啊。对啊，享受比赛啊，玩得高兴就好了。我玩得很开心啊。最后那几把玩得比晋级还高兴。对啊。这么想玩？拍摄拍摄，快点拍摄。爆胎的、啊，要去抢一台啊！哎，驾照怎么考？驾照，驾照集团换来的。对啊，我是一向啊，靠腰。大丈夫です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本当に。めちゃくちゃかっこいいです。他超帅的啦！去，小乖，你跟国涛签签。Sorry。OK， one, two, three, cheese。亲一个，看起来超假的啦。Thank you so much. Thank you so much. Yeah, yeah, yeah. One, two, three. Okay. Yeah. Thank you. Remember. 对，不管一或者二十，去了换。最近开心，天天开心，随便打，是啊，就是随便。Roy。Can I take a picture with you? Thank you. Do this.你们好，坐，好 ，one， oh dad， the hard thing， one， two， three， peace， OK， 哈哈哈哈哈，Can we do this here？ Yeah. You're the only one I ask。好多人要跟他，拜拜，大家都要比爱心。你这样女粉哎、欸，很多，哎呦，后宫啊！还有像蔡兴勇，等下蔡兴勇就鸡鹅失手了。怎么样？嗯，他们都好壮啊！对啊，而且一群把我干爆哎、欸！有什么想讲的吗？下一次加油还是怎么样？下次当然希望三个完全体来啊，至少有那个完整的体系吧，不会像这样子。
没有体系啊，跟认识打久了自然而然配合沟通什么都不一样，进圈谁是指挥，我又该分担的东西比较少一点，我也不用顾虑那么多，我就做好我自己该做的东西就好了。那我们现在要干嘛？我们现在要去旅游一天啊，然后预计伦敦时间2月8号回去。我们现在在搬下来家里。21楼的机关，超级高，进不去。我们四个先来，先到了。要去吃，你知道路很烂。对啊，路很烂，你看那边都直接看了。到处都是，然后就一直平平蓬蓬的。然后加上他们那个红绿灯，超级快就红灯。车很少，但是他们的人行道大，就是变成只有两个车道，然后红绿灯又多又快。明明在台湾可能要10分钟，在这边要变半小时了。我刚好仔细看一下，好了，差不多就这样。等半下他们到，今天就过黄庭。椒鸡汤，然后里面有我不知道是什么椒啦，反正就是一个椒焗的东西，然后味道非常浓，它喝起来跟鸡汤也不太一样，而且我因为它竟然是狗的，它不是清汤，它是类似有点羹的那种感觉。你说这一道是寿司鸡，看它看起来超级下饭，然后还有猪小排，皮蛋。然后小笼包，哎，它看起来超级好吃的。然后这是什么啊？糖心派的，外面是像一个红枣，里面是糯米。好酷哦！超好吃，就是超好吃。超好吃。OK， 就这样。看哪个好吃，跟什么东西的口感怎么样？觉得吃很多啊，但上海小笼包，小笼包，然后它这个排骨跟台湾的略有不同，但是还蛮好吃的。因为有人不敢吃皮蛋，看起来超辣的，加油，大口一塞，大口一点啊，大口啊，这么软啊。那你是喜欢吃皮蛋啊？喜欢吃，你喜欢吃吗？吃很好吃啊！真的哦，比较极端一点，因为我觉得皮蛋很恶心。口水鸡啊？对对对。口水为什么叫口水鸡？因为厨师在厨房里面，不然怎么会叫口水鸡呢？怎么样？椒麻味啊？好吃吗？口味偏重。哦，对啊，就比较咸一点，但是很好吃。我是杨枝甘露。跟台湾差不了太多。我喝看，好像 Costco 喝起来 ，Costco 的那种羊肝喝起来跟那个几乎一样。你说要干嘛？干嘛带小葵的狗证啦？因为他给我带。哦。那精灵族啊？请过他。对啊。哈哈哈哈哈。哥布林。他说他很像地精，但哥布林。因为我说他像精灵族，因为耳朵很长，